大家好，我是乌力士弟兄，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基督教台北的分召会，也就是在民权西路捷运站的正对面。在二十几年前，我在教会还没有重建之前呢，曾经拍下了那个一般的那个一楼的那个场景，是我忘掉放在哪里的。我曾经录影过，所以我们常常要活用手机的功能，为什么？你可以做这个历史的记载。那当然呢，台长在这边为大家来代祷的就是，凡求他的国、他的义他什么都加添给你。所以呢，台长用这个简单的一个示范，让很多我们组内的弟兄姊妹要活用手机传福音，并且为他人代祷。